牛哥開始啦嚇，咁我哋請幾埋嚟啊，四個人。和平示威無罪啊，政治檢控可恥啊嚇，咁啊個 banner。和平示威無罪，和平示威無罪，政治檢控可恥，政治檢控可恥。釋放顧思遙，釋放顧思遙。和平示威無罪，和平示威無罪，政治檢控可恥，政治檢控可恥。釋放顧思遙，釋放顧思遙。釋放所有政治犯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釋放顧思遙，釋放顧思遙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釋放所有政治犯。好，我都就到啦。誒，我張相先，我平示威無罪，和平示威無罪，政治檢控可恥，政治檢控可恥，釋放顧思遙，釋放顧思遙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釋放所有政治犯。啊，牛哥啊，陳寶瑩啊，佢哋喺度四個啊，佢唔止四個嘅嚇，咁有啲都而家大咗，你見到有成七八個嘅嚇，咁啊社民連嘅成員啦，同埋市民咧都佢哋會入去嘅，咁啊預審訊應該兩日㗎，今日同聽日審訊嚇，咁啊佢而家因為十點鐘啊，十點鐘。咁就佢哋都喺度東區法院大樓門口嗰度咧，就用個 banner 嚇，咁啊都係一個姿態上係繼續聲援嚇，繼續上聲援。我就冇見到啦，先我都唔知啊，等得曬啦，佢曬一半台，十點啦。咁啊，和平示威無罪啊，政治檢控可恥啊，佢哋。聲援之後咧，就入十點鐘之前就要入到去法院嘅。咁我哋都睇睇啦，嘗試下影一個籌車啦嚇。影到就影埋啦嚇。因為其實十點就係個我哋都啲行家都望啊，望下樓望一問啦，問一問門口啊嗰啲保安啦，話籌車嚟咗未啊嚇。依家依家，冲冲冲，好，就接应到啦，好啦，入门口啦。哇，啱啱好啊，影到啊，古思豪。到嚟東區，嗱影籌車咧，開到強哥鐵，唔知道佢嚟。佢嚟又唔知道。影到籌車，幾個保安嘅幾弱㗎？呢度最弱係保安啦，應該咁啊！啊，即係講做啲搶，知啊？啊，即係咧好失禮。咁啊，嚇！咁啊，而家咧。
咁樣發現啊，即係每一位，所以嗱，第一個保安嘅啊，即係大，系喺呢个啲中间位置啊，坐喺系，哇，好努力啊！但求一张相啊！繼續努力，係好難影嘅，我話俾你聽。你會覺得佢啊真啊，佢影完呢邊唔得啊，作嚟呢邊啊嚇。再影啊！喺嗰度，喺嗰度啊！啊，影到就得啦，咁影到啦。喺呢一個位，呢個呢度啊！啊！咁啊，原來坐咗喺呢一個位置嚇，誒、即係影咗周圍揼揼轉都影到啦。咁佢坐咗呢個位置嚇。喺呢個位咯，佢影佢就喺呢個位咯。我強嘅閃光燈添啊！打燈啊，同你用谷啊，好力啊！呢個攝機咁啊，應該影咗都，我估啊，起碼都有50張啊。每一張影咁啊，卒之揾到啦，揾到喺佢另一個正面位置，就喺呢個位置啦嚇，古思耀啊。小人物大英雄就喺呢個位置嚇，坐咗喺度。因為咧冇閃光燈咧，如果閃光燈唔夠光咧，其實影唔到嘅嚇，完全影唔到嘅。咁啊，影到噶嚇，咁啊，佢落咗手扣啊，咁啊，但系有一張咧，我睇到行家又佢俾個懲教人員遮住咗啊，啊，佢舉起手扣嘅嚇。咁啊，囚車咁啊入咗去啦，咁啊都係啦嚇，嗰個電閘咧就有聲啦嚇，有燈啦，咁就閂翻埋啦，啊，閂翻埋。話古思瑤係審訊係兩日嘅嚇，咁啊希望兩日能夠喺判刑嗰度啦，喺判刑嗰度唔好咁重啦嚇。喺香港人你話都以咁幾個月睇法庭，我覺得都係罪就一定係成㗎啦嚇，罪就成就係
佢二嘅二古詩謠啊，係坐咗十次啊，唔係坐埋一次，第十一次都佢都唔係好介意。咁但係我都都係一個社運人士嚇、啊，都係希望法官能夠咧從輕啲咧係嚟懲罰啦、啊、嚇，或者係從輕化落啦嚇。咁我阿細喺東區法院裁判法院直播咧。就聲援人到此為止啦，好多謝咁早嘅嚇讀者咧能夠收睇，講聲再見先，拜拜。咁我而家就改食啲嘢就去高等法院嚇、啊、繼續直播，咁啊希望能夠有唔同嘅消息話俾大家聽啊。好，講聲再見先，拜拜。